Fisman 的手雷淘汰掉了 CCG， 反而过来帮了一手，脸贴脸。这个就是两支队伍一起限制北边了。嗯，加上 Game 也在看北边，大家都不想被串架，但是从头一颗手雷炸到了小 A， 难道说天霸这一波想打？礼物来了，来了，已经切枪。 我赶紧关门，但是对方是一个满编啊，04和 Shack 两个人把牛还全收，枪线角度太好了，是的，下一波回去限制 MNG， 265的反扑乱玩，75一个出枪从头倒地，这个伞包飞的真好啊，血钻，泡泡被架在了厕所，泡泡这个点。 吸引了一些 MNG 的注意力 ，MNG 两个人要埋下加上 Gaming， 可是这条反扑有点大，全血是给了加上 Gaming， 想要早一点把厕所这个人拔了，拔了之后才有操作空间，成功拔下，好，淘汰掉了。 天霸 MNG 现在和扎善打一个决赛圈，4v4。哎，看到了，26侧面这个空投架枪，让 MNG 整个东边反扑拉不过来。只要26不倒，感觉这个阵型来说的话 ，MNG 还是有难度。对的，只能从南边推了。东边这里不好走。哇，你听听，这个声音直接秒两个呀！ 小杨补枪成功，被我二六直接封烟前顶，就是要限制小 A 来了，近点的 JSG 两个人也来，2-1，先补一个，已经到脸上，小杨要接，接不了了，根本不给你起身的机会。OK，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，3-1，成功拿下，恭喜加善 Gaming。